微博搜索花样实习生话题，边聊边看，分享你身边的实习期新鲜事儿。到了，是这儿吧？是这儿吗？嘿，啊，谢谢你，互相有爱啊，安全的，不。这么开门，这么开门，啊，这里哇。嗯，好，潘老师，这是我们节目组给你们周末的特别任务。哦，好。谢谢啊，我们为三位花样实习生准备了一日特别实习体验，取于明天下午3点前往千寻杭州的总部报道。千寻就是那个薇娅那公司吧，是不是？哎，还真是。这就是我们直播间的魅力，这就是薇娅的魅力，这就是我们极限挑战的魅力，亲爱的朋友们。Hello, 你好，我们三位是花样实习生。好，你们好，我是千寻的思卡啊，今天非常欢迎三位同学来到我们千寻，这是你们的门心工牌，好，给你们先带上。哎，谢谢，萌新通行证。对，好可爱。三位同学先去参观一下我们千寻的工作场景，方便你们了解日后的工作。哦，这就是他们传说中的这个，对，特别厉害。薇娅所有卖过的商品的一个展示，而且这是它的一部分，一部分。怎么样，我可以给你当解说员吗？可以。我们拿出了2000多方做了薇娅的仓库，因为薇娅是多莱薇娅，所以说这个可以看作它的任意门。哦，这边主要都是我们的主播了。哦，像考拉二小姐啊，这薇娅啊啊，这就是目前今年2019年最火的小乔，最热主播啊。对，好，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薇娅的直播间。好啊啊，平时如果在杭州的话，薇娅就会在这里播。哦，对，之后晚上如果有要播的品，后面会有价钱呐，什么什么的呀，什么的。嗯嗯，那就等于对着这，对，对着这几个镜头在这里，一部机器。对，镜头只有一个，镜头只有一个，对，一般像一个机位，如果是双机位的话，暂时你要切来切去的，对，所以一般只是一个机位。哦，设备挺简单。先给三位同学分配一下今天的你们的任务。好呀，好，蔡同学作为我们薇娅的助理。好。那个吕同学，今天作为商务的助理啊，这个韩同学，那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化妆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工作就交给了你。化妆啊，这个是啊，直播上的这个助理啊。哎呦，好，直播上的助理。这化妆我是真是不行。那不行，那就跟吕同学换一下。没关系，我们挑战吧，挑战。没事啊，没关系。必须给什么？我们什么就给什么任务，我们就争取完成什么啊？全新挑战。好，三位同学的这个老师已经开展工作了，去4楼去寻找一下他们。好，我得交接一下啊，要不然我们就完全没有头绪。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对，好，你们去找一下他们。谢谢。他们肯定在4楼是吧？对，肯定在4楼。OK。好。左手好看啊，对，那个小雨，那个是今天给我的任务是做薇娅的那个助理，对，就安排他一天的行程，对，这一天的行程，这一天行程，对，就是他马上过来之后，然后有一个服装对摆，一会儿就是你晚餐，然后就是6点半到8点就是直播前准备核对，就一下卖点，就今天晚上卖的那些产品啊什么的，然后8点到12点就直播，然后晚上就是复盘，然后12点半差不多到3点就是选品试样，就是你不睡觉啊？你不睡觉啊？我们睡觉啊，我们是铁人。其实这还好啦，0点到3点夜里，同志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睡觉吗？都，我怎么没看见他有休息的时间在哪？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我说是一天休息，尤其睡觉那是人都得睡觉，那不能算休息时间。我说的是这一天是休是周末，懂吗？周末哦，我们没有周末。你没有周末？对。
因为我每天就是要不停的忙嘛，然后就是要见各种不同的人，有些时候我们连就是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就要去赶第二天的行程了，然后就是参加活动去了，就是在车里大概能睡个四五十分钟的样子。车里那睡眠根本就不行，那个那是浅睡眠。对，一般就是包里，嗯，都会给他备一些就是补品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是灵芝。哦，这个包我要拿着是吗？对，这个没事，到时候就拿到直播间就可以了。哦，嗯，然后就是有些时候没有时间吃饭，然后就包里面放一点点零食啊什么的，然后一些皮筋、眼药水、一些美瞳什么的，补妆的一些眉笔啊、眼线、气垫。他要带一些就是充电宝，然后还有就是水杯，他很喜欢这个小黄鸡。对，行，其他还就给他拿到化妆室就行了。对，韩同学，我把你今天的老师渣渣带到了这边。哎，你做一下工作交接好不好？叫什么？好，哦，渣渣，姓渣，渣渣，渣渣。哦，刚才一听，我以为听错了，叫渣渣。对呀，太好了。老师您坐。哎，好。韩老师，您平时对美妆了解吗？会对一些化妆品？几乎。哦，还有。这是化妆品的小的赠品，抹脸的也是小赠品。Cool。我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几乎不太了解啊。没关系，我待会会带着您啊。然后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可能需要去先把我们的样品先找到，去仓库先找这个样品。我先记录一下啊。哎，好。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先过一下今天晚上的哪台产品。这个第一个产品是我们的眼影盘，就女孩子们会画在眼睛上的那个一些颜色。这我还是知道的。对，您找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它的包装上面会有一些小火箭。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应该我们都很熟的口红，我大概给你形容它的样子吧。它口红我知道，我见过。它是一个黑色的外包装，然后上面大概镶了一个金色的一个小嘴唇，管状的，然后它是一个黑色的，整个是个黑色的包装。好嘞。然后下一个就是染发膏。哦，染发膏。对，这个很厉害，这个。对，这个染发膏它是无毒无害的染发膏，这个待会都是需要您去拿的。好的。然后有一个接下来这个呢叫做面霜。哦，还有是不是平时自己用吗？我平时不太做其他的护肤啊什么之类，就靠自己的人油吧。挺好的，您皮肤挺好的。没有，挺好，你说我皮肤好。是真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精华肌底液。它也是属于护肤类的一种，可能我们现在护肤比较复杂了嘛，正常女孩子护肤简单一点的就三步。这前面的。复杂得很多步。大概你看哈，从你要说复杂一点，要精致护肤了，那可能就是，洗个脸，洗完脸之后，先敷个面膜，然后敷个面膜之后，然后再洗个脸，然后再用爽肤水，然后精华，那精华又分很多种，美白类的精华，这个抗皱类的精华。先抹完美白，再抹抗皱。对，可以这么理解。太复杂了，这一晚上做完了，还不给到第二天天亮了啊？那没有，就是可能正常一般，拍到脸上差不多一分钟左右就被皮肤吸收了。正常，如果您要精致护肤的话，基本上来说也得花个至少十分钟的时间吧，就光用在护肤这一块。哦。下一个这个就可能我们日常每个人都需要用到的东西了，去黑头的东西。我这我知道啊，这我前不久还买过呢。哇，你买的是啥样的？挤出来面膜，脸上膜，然后啪一撕就撕掉。啊，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会损害毛孔那个。哦，还有赠品哦。是因为您看一下，我们这边还会就是，比如说你看眼影盘的话，我们送的是眼影刷四支，还有一个化妆袋。然后还有一个化妆镜，三样东西，随身装不随身。对，口红的话也是送一个眼影盘，但是送的不是这个，我们送的是另外一个五色。然后我们会有一张20元的优惠券，然后到手就是300块。然后下一个就是染发膏我们没有什么赠品，它是买一送同款，所以待会去找的话数量要记得啊。今晚咱们就六个品，您先拿上来，然后我先跟您核对，你审核一下。对，要我建议，我要拿我一定都拿两份，拿双份的。这样万一要哪份要丢了，临时找不着，另外一份也准备上。行，好，然后我在上面等您。好嘞。它有不同的三个口味，来，过来，红丝绒蛋糕味道，你试一下。这个是红丝绒是吧？你觉得哪个好吃啊？你觉得哪个好吃？我来原味的试一下。今天给你安排三个任务，先给你一个表。好。
第一个任务是需要您去线下莫斯利安的大卖场去调研那个产品的卖点。首先需要您对它的口感进行一个描述，其次是这款产品里面的原材料是什么，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花样的吃法。对对对，花样啊，对对对。第二个任务是哪一款酸奶的销量是最高的，线下的销量是最高的。第三个任务是晚上您将和薇娅一起参加一个花样实习生的专场，展示酸奶的吃法。嗯，对，这是这三个任务。哦，你们平常都是这样做的吗？对，我们平常都是每天都是调研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表格去。对对，然后回来就要汇报给薇娅了。对，平常是要这样做的。哦，对，以上就是您的那个今天的任务。好，那我期待您的好消息。OK， 好，谢谢。好，再见。好，再见。红烧牛的挺好吃的啊，红烧比一个原味更香是吧？哦，有多少个口味啊？三款，有个原味的，一个香芒芝士的，还有一个纽约红丝绒蛋糕的。而这款是卖的最好的一款。哦，这个卖的最好。这个酸奶呢，可以炸来吃吗？嗯，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回去试一下。能拌米饭吗？嗯，那个人口味，试一下。对，你可以回去试一下。可以。对。觉得如果这个能给你做菜的话，你还能把它变成什么食品来做呢？牛排上面放一点，它会更稠。好好好好 ，OK， 哎，这个意见非常好啊，也可以做牛排，谢谢你，谢谢谢谢。我有一个蛮好吃，就我今天早上做的，酸奶分层杯。哦，好好好 ，OK， 这意见非常好，谢谢谢谢。好，行，拜拜。好，再见再见，谢谢你。好的，好，再见了啊。再见。嗯。微博参与花样实习生讨论，用你的职场经验助力实习生快快成长。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咱俩半年了。你最近这两天录节目怎么样？这有点累啊，真人秀这我也头一回答应，有点后悔。哎，快走快走快走！然后说那个来那个说有那个，我一开始答应这事儿，然后有一个日程，啊，一看去薇娅那儿，我赶快告诉你，我说我要来。你说你来我就特别开心。对呀，啊，我说特别想到你这儿来。对呀，啊，本来可以聊聊天什么。对呀，啊，特别好。就你就太累了，一天到晚的。我们是习惯了，所以他们说你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说我们工作那么密集，然后你来体验一下。对。我说怕你会不会觉得，哎，这么多事情，不知道，我觉得你太累了。你看你一天到晚的，我给你带的那个什么喉糖啊，哦，我在国外给你带来的。谢谢你直播前吃一颗，然后就比较好。还给你带了一个围巾，小包给你的女儿，一个靠枕，你可以这样靠一靠到了。太幸福了，长得特别像一个小海豚啊，小电视是一个。你刚才有去我们楼下逛一圈吗？哎呦，我觉得特别震撼。你去了？我去了啊。我你怎么做到的？完全是一个奇迹，你知道吗？啊，没有，就是用不睡觉，没有，用玩命。换来的吗？你讲到我感觉瞬间觉得好心酸。对呀，啊，你以为咱俩微信不是我就一直在跟你说这个问题？对，不是因为每次你给我发的那些信息都像我妈给我发的，我妈就是我妈现在就给我催，就是，你要睡觉，你要休息，啊，你要身体是第一。对呀，啊，对，但是就是现在其实已经习惯了，还好。就我的工作的每天的流程排的都已经排满了，已经习惯了。不是，这不是个习惯的事儿，就是说，太超负荷了。我看你那个日程表我都疯了。你不是日程表吗？是你的。哎呦，对了，咱俩重新来吧，不是重新来，咱俩的见面到此就结束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的身份是你的助理，我的身份是你的助理。啊，真的不行，真的，这怎么行？真的助理。我应该当你的助理了。不行，这节目也太……因为这节目叫《花样实习生》，所以我是一个实习生，所以从。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的助理的身份就开始了。这个我压力好大。助理身份是这样的啊，哎，助理身份我得站这边了，我得那个刚才我已经接那个什么了，我得你请坐，是我的老板，不行，老板快请坐，不能。
你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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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不行不行，老板快请坐，不能不能这样，哎呀，不能这样，我们要，我们随一点随一点，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快坐，你快坐，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助理，我得去给你拿咖啡，不能不能，你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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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拉起来了，不行，要不然我就没法完成我的任务了，不用，我就我们一起完，不用，我们助理。我们助理都是跟我一块都是那种啊那种的。那你先坐，你先坐，我去给你找你的咖啡。你快坐呀！啊，对不起，天啊，这怎么这样？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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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这样。哦，还这不这这这。你等着啊啊！等着你等着啊！天哪，怎么变？这个有点，我得喝口奶压惊。这什么情况啊？这里姐吗？还有蔡明姐给我当助理。天。送的助理来我那个这他们说你要喝那个美式咖啡，不是这个啊，不是美式咖啡吗？是的，一杯要淡一点，一杯要凉一点。你这样，助理不能坐，不能，不行的，助理就得站着。蔡明姐，你知道吗？我们的助理全部都是跟我们打成一片的，是吗？因为现在跟以前的传统企业已经不一样了，就家里一样的。那你先坐，那不能啊，一块坐。那个，你看我把那个助理的包都拿来了，你要吃什么用什么都有，这里都有。哦，这里这是我的杯子哎。我都做好功课的啊，都有，这都是我的东西。你们这节目是真的玩真的，真的玩真的。嗯，这是你今天的那个日程和这个直播前的准备点。这也是你们吗？这是我要陪着你。直播的准备跟卖点，对，我都陪着你。就等于说这次咱们真的是要体验一下，是的，整个的全部全过。是的。啊，你们要晚上跟我一块复盘吗？不行吧？要的，太晚了。我要等着你那个完结束以后帮跟你一起复盘。我们下直播已经12点嘞，那我等你呗。啊，这个我觉得那没问题。不，我有点不忍心。又有口红是吗？嘴巴上有点口红。没有纸，没事。有纸吗？我这有纸。有纸吗？我这里有。我就让牙齿沾口红，你们等我晚上不行的，没问题，太晚了，不行的，你们平时睡觉很早的啊，不早，我来看一下牙齿，也沾了口红，好了 ，OK， 我要争取做那个什么优秀实习生呢，上礼拜就没有拿到，啊，你上礼拜已经有在上海，在 B 站去实习。好玩吗？你觉得不好玩，累死我。但我觉得直播，因为你平时看，我觉得应该还……哎，我不老看。你说你这直播间的火的，小姐，你这个号召力特别吓人。刚才我前刚的时候跟我说，你推荐了一个什么咖啡，哪个国家的咖啡？卢旺达的。卢旺达咖啡，一秒钟把一年的人家国家一年的销售量给完成了。对，因为它是就疫情的话，他们那边有点影响，然后联合国找过来，就我们一起搞一个这样的，就国际助农，因为今年直播嘛，就很多人能看到。就很多觉得是哎，现在新的东西，然后想去了解，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有意义的方向的。麻烦您是咱们这个仓库管理员吗？您好，那个我是那个实习生，来拿一下东西。那个哪个地方是属于美妆的备货区？这边没有分类的，都是在后面货架。都在货架，那我就自己找啊。这个需要你自己找。哎呦，这可太难了！好嘛，酒色眼影。小张，凭着我并不太丰富的经验，我准备这么干。眼影盘，大概这边这可是大海里捞针呢，上面还有呢，这家伙他们怎么东西不分类呢？这是化妆品，但这个不对啊，这边全是洗漱化妆品类的，这排可以排除了。洁面乳，这也不对，这也不像眼影啊。哎，这应该是眼影。包装上面会有一些小火箭。哎呀，还真瞎猫碰见死耗子，还给碰见了。中国火箭收纳袋，随身不碎镜，眼影刷4支。哎，走你。这个咱先搁到外边，我先搁一下这儿。
哑光雾面口红，那牌它虽然说有点像，这儿有口红样子呀，这是什么牌子呀？哎呦，这先留存疑，这个很像，疑似，我再瞧瞧有没有其他，这个做一个排查法啊。有，天底下哪有这么长的口红啊？不是，这个牌子是十色眼影盘，我太难了。哎，有靠谱黑，镶了一个金色的一个小嘴唇。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赠送的，一套，明白了。哎呀，瞎猫又撞了一只死耗子。哎，染发膏，染发膏会是什么样的包装呢？这一堆里边不太像。嗯，抗皱面霜，没错。非卖品，就是它。又找了一个，哎，基底精华液，买就送5毫升，6瓶。那是这个，看看这边，染发膏。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无糖酸鼻贴膜。哎，这不是鼻贴吗？就这个。现在。终于把这6样凑齐了，啊，真的一头雾水。我对美妆就是分不清楚，上千种甚至更多的商品来选，真的太难了。我就总出经，这是一个经验，做女人真麻烦。就会选一下我们今晚直播会穿什么衣服。哦，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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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在那卖衣服，昨天。对，对吧？昨天卖衣服。我看你在卖衣服呢，服装的一个上新。嗯，是你自己品牌吗？对。嗯。穿衬衫嘛，衬衫前面还有个蝴蝶结，搭一个白色，简单一点的。嗯，你也有喜欢的，你也可以穿，随便穿。这太小姑娘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啊，嗯，挺好看的，这颜色好看，是不是啊？嗯，好看。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件好看还是这件好看？你们从镜头上看，还是这件好看？这个衬衫，这个更像我。那颜色亮了，这个更像我的，对，这个更像我的，就像我这个人穿的，这个有点太年轻了。这边是我们的鞋子，嗯，然后是衣服，嗯，然后但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为了方便拿东西，我们一般会把产品会放在这一块个区域，嗯，然后晚上直播的话，就是拿到哪个就递哪个，对对对，这些是今晚的一些商品。但是它我得试一下哪个角度就不进化是吧？进化都没关系。我们晚上直播会在这里有个摄像头，特别好。然后你看这里是摄像机，我们晚上就。哦，我知道了，这就是你那个。你坐着看看，这里晚上我们直播的这个地方。嗯，光线是不是还挺好的？哎，好美好美的，是吧？好美好美的。都坏了，我忘了我是助理了。嗯，我一直坐在这里。我们一般都这样做的。好嘞。我们一般都这样，然后就可以。哎，晚上直播是这样的。一般的话，你坐这里，我坐这里，然后呢，有可能你会帮我去啊，进来去。这个镜头也会往这边动。嗯，你可以往这边坐一点。嗯，我还挺期待那个韩乔生老师，然后我必须得不看这韩乔老师，我必须得那必须得控制他，要不然你就没话说了，就被他对上了。那挺好的，他特别能说，是吧？各位观众，各位说这种海外小包。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熟悉这些品。哦，我对，我还要熟悉这些品。对，找出来就不容易了，还要熟悉。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对半分，就是比如说您这边选3个品，然后负责您去了解一下产品，然后我们跟薇娅姐一起去碰一下。对，然后这样子的话，我给您挑一个眼影盘怎么样？我这不是弄眼影了，我这不会，我从来没用过。要不我觉得也口红就算了。哎呦，你让我男人哪涂口红啊？不让您涂，就是可以就是讲一下它的一个颜色，因为您也在职场见了这么多。不瞒你说啊，我被称作体评到啊最省化妆品的男人啊，就是这不化几乎不化妆啊。要不您尝试一下，就给大家安利凸显出不同的风格，您觉得怎么样？就是比如说
我觉得这可以，染发膏是吧？因为染发我经常用，那也行。要不您挑三个也可以。这一块不了解，但是你刚才跟我这一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我要是听着你介绍，我一定买它。好，我有切身感受，是吧？对对。这个是精华精华素啊，不精华液，精华液，说的不会话。对，哎，这个是可以叫它抗皱面霜。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可以，可以是吧？行了，面霜我知道，我从以前我们那时候面友开始啊，你想想，青春不老容颜嘛，对对对，你想在美人面前有魅力嘛，对，你想让大家一面对你这张脸留下深刻印象嘛，嗯，哇，赶紧抢，抓紧时间，你可能有两个男人喜欢两个男人，一个给你的父亲，一个给你的爱人，对对对，当然你可能还有三个，可能还是你的孩子，不是啊，爸，对不对？你这怎么样？咱们这个，您这个说法很好，很能打动消费者。首先已经打动我了，我作为一个男生来说，哎，如果我妈妈去买这个品，她要给我用，我会很感动。这今天很大胆的把这三个产品交给了我，我相信您可以的。还有就是您可以以你的方式去，可以跟薇娅姐去想应该怎么去介绍这个品。哎呀，渣渣同学，你给帮我个忙，你这肯定有电子版吧？电子版啊，有，你到时候给我发一个啊。哎，好，那要不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产品，我们先搬到薇娅姐直播间，待会我们要进行一个汇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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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哎，韩老师来了。哦，韩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我刚才聊到你，我给你介绍一下薇娅啊。薇娅老师好，你好，韩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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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对呀，嗯，刚才那个薇娅说那个特别期待那个韩老师您来那个，没有，来直播以那个你的那个风格来直播，没有，特别期待。您的脸是白怎么回事？不是，这刚才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要亲口尝一尝，这是为啥？您试妆来的？对，刚才这我们这有一款很好的面霜，我哎，这冰冰的呀。对。很舒服，抹手简直浪费了，应该抹脸是吧？是，它可以抹脸，它可以抹脸。哦，哎呦，好，嗯，香香，淡淡的清香，不错，挺好。抗皱的面霜，抗皱的面霜，来得及吗？咱俩？您这把年龄了，肯定要想回到青春是不可能了。但是用它的话，相信我。您怎么这么会聊天啊？那当然了。您提溜这是干嘛呀？我们都这就是我们待一会儿要推荐的货呀！哦，今天晚上凡是与我有关的，我都拿。哎，这个真的很了解，您刚才把产品已经熟悉透了。没有，刚才韩老师是个特别认真的人。没有没有，别人跟我讲，刚才我进去底下一层找这些东西就费了劲了。是吗？去找。哎呀，那这美妆不懂的话，真的我也不懂啊，真是费了劲了。美妆你又不是强项。这个染发这个倒是第二个，染发倒是第二个，这个是第一个。眼影盘它其实好，眼影盘第一个口红对，口红在这儿，一个0.49，零四九，精华液对，对，精华液对，我们打开看一下你们的赠品，456，哇，你们这边拿的好全。小清单，还有，我今天的莫斯利安是光明的。我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这两放最后一首了。嗯，知道。姐，我们这个椰子油打算做一个椰子油沙拉。对，椰子油，我觉得。姐，嗯，那个眼影要不要展示？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是吗？嗯，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可能会担心他们买进去会与想象。哇。把那眼影我用一下。这个眼影今晚有抽奖。我们有两个，还在排队啊。嗯，哎，林林，佳三，来，你先来汇报来。干湿是不是啊？哎，还有一个汇报的，这个我也要汇报，他也要汇报的啊。来，我到了。超市去调研看过了哈，啊，莫斯利安，莫斯利安哈，它是光明平台，其中叫常温的酸奶了，嗯，可以去。这还有小机器人啊？嗯，对，哦，而且可以做游戏，它会那个什么？你说的调皮捣蛋猫咪大队，没说，你给我闭嘴！里面的吗？闭嘴！我是你前辈，你知不知道？要你慢点说，什么？我是你的钱包，我是你的前辈，又可以学习新知识了。你是耳背是怎么的？太难了，我没有听明白，你可以再说一次吗？你多少钱？我是无价之宝，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无价
之宝，今儿我让薇娅把你卖出去。你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吗？哟，他听懂了。好想说卖掉，我好伤心。加水果，你们给我那个没有能容文字，我自己把它用语言的事儿跟能容文字了。这个我到时候这不用太紧张，其实薇娅姐她自己已经都很了解这个品了，就把你的想法跟她说。对对对。它原材料是蔓越莓啊，都是原装进口啊，所以它在原材料方面它挑的特别严谨，特别好。然后它储存可以保质期是5个月。5个月，我们的生产日期。我们生产日期是5月18号的。5月18号以后的日期。对。哇，这个很仔细啊，很细。很细，对，谢谢。真的。你也要汇报吗？对。你汇报吗？对。那你得求我，我给你加3。是吧？那求我，我在排顺序呢。那我得正常排序就行了。好谢人呢，好谢人呢。那我们笨鸟先飞吧。好，谢谢吕老师，太细了，做的这日期什么都已经。还有一位那来汇报，还有一位那个韩老师，韩老师请坐，韩老师。哎，好好好，韩老师请坐。今天那个有一款就是属于无氨的染发膏啊，这特别好。产品呢，它特点95%都是来自于自然的材料。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市场的占有率啊，全球说达到了50%。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染了以后呢，只要按照正确方法，可以保证3个月时间。这点我深有感触。因为我的年龄段经常染发。今天可能看不少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啊，可能他们也许年轻，也许有年龄大的，年纪轻的想想自己的妈妈，给爸妈妈最好的爱什么呢？那就给爸妈妈这种没有污染的、完全安全的健康染发产品。哇，一说起来，哎呀，我孩子给买的，你像这感觉多好。所以我觉得这。哎呀，特别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还注意到它这生产日期是今年的，对，保质75年时间，这段我觉得非常好，能够促进家庭的和睦、团结、母子亲情，最美不过夕阳红。夕阳红一直在打大拇指，后面我们的齐儿一直打大拇指。不是，我就跟你简单介绍我的理解吧。对，是这样的，就你讲的那刹那，我有点想买的，对，马上就去想买，是吧？马上就想买的那种冲动。这是什么？这是上次我们卖车，然后他这个车的膜，这是车膜。别让韩老师看见，韩老师攒这玩意儿，但不能让他看见。当然，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呢，听说据完全统计，今天的不可靠谱的消息，今天应该说99.528%都是属于呢40岁以下的年轻人啊。当然有人说40岁还是年轻，40岁已经老了。不过您染这头发以后，我保证让您回到青春18。我这个太厉害了，韩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我是凭我的个人的理解啊。第二个就是那个刚说的第二个，你要说多少？我就不多了，再站2分钟就够了。好，那后面等结了。就他这个是一个，我跟你讲，这个就不要听。你一听好话，只要有用的，你觉得说10分钟不长，废话说1分钟都疼。好，马上啊，好，这个产品，世界美颜界的传奇。你看我本人就采取这种方法，是吧？50种活性成分，三生态结合透明质酸，说白了，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你们叫什么玻尿酸呀？什么元素在里面？说是不是？对，透明质酸就玻尿酸。哦，对，对抗，比如像咱们这个，您没有，您一点都没有。你想像蔡明老师这么年轻吗？死死抓住青春的尾巴，不放手。你想要像薇娅老师这么美貌如花吗？好吧，时间到。哇，韩老师做的功课也是很仔细的。没有、啊。完了，说完了。完了。啊，我跟你说，1分钟就1分钟吧。这是不是？他真准确，因为他一天到晚老干直播的这个。没有，待会儿我们还会有赠品。还有赠品。对，关注我们下面还有精彩的点，精彩的赠品。走了，咱走了，我们还再准备点别的去。你先忙你的。你先赶忙，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我们一会儿回来。走了。这真的。老艺术家真的，而且他那个面霜，他竟然能够记住赠品，他是几个，而且还能记住它成分，对呀，竟然还能知道说三生他，对，这种东西都能记住，真的。我们准备开播了，好。那我们这次其实主要推那2个，我得站在这立冬来准备啊，3、2、1，开。Hello， 大家好，我来了。废话不多说，先来抽播奖，好吗？好。那我就今天抽每个人一个水杯，每个人一个水杯。
你知道吗？今天给我们递产品的，我有点受宠若惊。今天，因为今天那个等一下有一个天团组合要来我们直播间，因为你知道我现在给我递这个的是我们的彩明老师，彩明老师，我们可以出来给他们来这里，嗨，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是个实习生，我先干活去啊。那我们今天先过一下啊，先把奖抽了啊。好的，啊，这是我的水，可以拿走了吧？可以拿走了。00378，好好好，第二位的名单。对，今晚除了刚才的那个水杯以外，今晚会有辣条礼包。哇，这么快就定了，好快哦！今天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的个饼干，我刚吃了一袋散的。啊，太快了！今天你也别的东西拿过来，饼干也是我们今晚直播间，也是我们今晚直播间给大家上的一个饼干，然后收住吧。这今晚是不是今天直播间有点经营不下去的感觉，不敢直播的感觉？然后今晚还有莫斯利安的蔓越莓酸奶，这是他们家的一个新厨甜品系列，然后它里面是有蔓越莓和草莓的味道，然后今晚会上这个啊。来，我先把这个拿开。好，除了那个酸奶以外，我们有卷纸，有卷纸，还有牙膏，我有美白牙齿。来看一下，好，其实今天哇，锁白牙膏，其实今天哇，这是蔡老师的手，你看吗？这个实习生也要多发点工资。还有我的口红，然后我俩抹的同一个颜色，因为它分为淡涂跟深涂。对，淡涂就是那种，哇。我俩抹的同一个颜色，因为它分为淡涂跟深涂。对，淡涂就是那种哇，丝毫的对，你这怎么从这边找到的？哎，刚有评论，我很想读一下，他说后面那个太像蔡明老师了，他就是蔡明老师。啊，蔡老师好认真。他今天是我们直播间的实习生，所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三位实习生，蔡明老师、韩乔生老师、吕良伟老师，欢迎，来，蔡老师请坐。大家好，大家好。来，请坐。哎，好。心疼蔡老师。嗨，大家好。我就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就是怎么会想到来参与这样的，来做这个实习生？我是从来没上过这互联网直播，什么都没有。我要熟悉一下这个互联网这个世界，因为我儿子他懂，我不懂。啊，想跟上儿子。他听的歌都是哗嘎嘎巴哒嘎巴哒，我都完全听不明白。他说这首歌好听，这个好听，这个好听，我完全听不懂。然后因为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你一张照片，就是你去看望一位61岁的老大爷，标题是吕良伟探望老人。把你俩岁数给打出来了，是61岁的老大爷，然后你是63岁，你比他大两岁。对。然后呢，韩老师呢？其实对于我来讲，一直从事传媒的工作。嗯，从另外角度来讲，也有孩子，我也希望能够在和他们一起交流当中，能够更多的有一些了解吧。这就是我一个初衷吧。那个蔡明老师呢？就为了那个替所有的家长潜伏到年轻人中去了解你们，理解你们，然后回去告诉其他的家长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些孩子们都很好。因为人生就忙两件事，一件事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再一件事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他们正在做这两件事，大家放心吧。哇，厉害！你知道吗？我讲一下蔡明老师啊，因为蔡明老师是我之前有在一个卫视的一个节目里面认识的，郭达老师也在。然后呢，郭达老师说直播是什么，然后就蔡明老师就一直说你都不知道直播。out 对，然后他下午给我讲了一堆很多我都听不懂的，然后二次元的UP主对啊，我都不知道他是 UP 主什么。前方高能，一起康康。Olegay 你知道吗？单推你知道吗？什么？单推？单推？不知道。单推什么？只爱你一个。out。那接下来就是三位老师说要带我玩一下，蔡老师说要教我一段舞，这个今天我压力真的特别大，你知道吗？今天好，蔡老师教薇娅跳舞，有没有音乐？来，白龙，
你们就可以镜头面前一起跳起来啊。对呀、啊、会跳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跳啊。我觉得这时候是到了一个跳舞然后那个锻炼身体的时候。没有音乐我们就这样说数着来吧。那你音乐不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数着来来好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广播体操到此完毕。此处有掌声，此处有掌声。不也就鼓掌？哎呀，韩老师，来 rap 快！我还真 rap， 真 rap 呀 ！rap 当然 rap。来，请坐，来，韩老师，你坐着，坐着。我们这个今天就非常简单哈。各位淘宝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当然不让是打开了电梯，您突然来到的是我们薇娅直播间。今天和薇一起，大家看到美丽的青春美女薇娅，她现在闪亮登场，哇！掌声响起，此处掌声。哇！今天的卖的很多的产品应该是大家非常的受欢迎啊。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您到底需要什么，这需要薇娅给您呢来耐心讲解。薇娅去团建努力要是成功的话，不努力是不行的。当然你要是努力的话不见得成功，只有努力才能看到希望，而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努力。接下来薇娅老师要给大家带什么样的精彩产品呢？话不多说，精彩的开卖即将开始啊。我已经傻掉了，我输了，我认输。鼓掌。来，请我们两位老师一起。你太厉害了。没有，我什么都没说。韩老师的口才我们就没办法比了。等一下，有视频，我给他看一下。有视频啊。来，看一看，看一看啊。这里。哦，我来验证一下。你看过这个视频吗？刘备翘吗？已经。哦。这是别人剪的。剪的。这都是影迷剪的，所以你不要跳这个舞吧？我会啊，我要跟你跳吧。啊，可以啊，我跟你跳，行吗？行，可以啊。你排音乐来。哎，音乐来，先来音乐，给人音乐给点感觉的。漂亮，又还跳舞，呜，范老师来，一起，来这边，好了，他们今天就是欢乐可爱，太厉害了。我感觉今天他们三位并不是实习生，我是实习生。才不是。来，请坐。来，干正事儿。来，接下来正式环节就是我们直播卖货的环节。嗯，那我们就分别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对，那这样我们第一个有请我们的韩老师，好不好？就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酸奶？哦，我觉得你像你拿这款啊，就是莫斯利安的红丝绒，这个季节荔枝到了，对不对？把荔枝那个核取出来，哇，你把这酸奶放进去，哇，搁在冰箱里边，一冰冻，味道好极。来，说实大实快，只见我们啊，做好了，已经端上来了，哎，瞧。我从来没吃过酸奶做成了一个荔枝冻，哎，尤其用这个莫斯利安的红丝绒，哇，那感觉就更是非同一般，怎么样？嗯啊，好好吃啊这个。然后这个酸奶呢，可以把它做成，对，做成这样做，你把这个水果呀、青菜呀，把它放在一个冰格子里。然后把这个酸奶倒到冰格子里，把它冻成一个一个的小冰块。哦，把它冻成冰块。对。哎呀，你这真好，那能给我一块吗？可以。哎呀，太好。但是我们班上不能光自己一个人吃。我有点冰哦。是的。嗯，这好冰。好吃。蔡老师都太冰了，你所以不要。我吃这个冷饮啊，特点就是我吃冷饮一绝。我曾经在埃菲尔铁塔下面吃蛋卷，一吃吃一排30个。所以您有一颗冷酷的心。冷酷的心都对。还有个可以做成3层的吃法。那就把来了，我先把它拿开啊。我们今天各位实习生有很认真的研究我们这产品的吃法。什么叫3层吃法？
有坚果可以放在一层，然后再放水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莫斯利安的那个酸奶一加上去，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早餐的营养品，有点类似于鸡尾酒的调法，对对。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直播，谢谢然后谢谢老师，其实这个在我们喝酒或者喝酒后吃一颗还可以醒酒提酒，对，所以我建议是吃酒后喝嘛，对，都可以，都可以的。而且我们去年卖的不是这个牌子，是另外牌子，它那个绿色的，我们去年卖的，他家产胶囊没有了，这个不能加购吗？产品没有了，但明晚有很多丰富的产品。我有加的没有？太慢了，你要涨才行。人家这边便宜80块呀。他们在喊了，蔡老师快出来，来于老师，蔡老师我们一起出来。大家辛苦了，我觉得你们辛苦了，因为真的今天你12点了，然后那各位老师就一直等到现在，就真的谢谢。原来知道薇娅辛苦，今天才知道薇娅这么辛苦，后面他们还有会，然后还有选品，他们要忙到太阳升起。对，就早点回家，别人吃早点，我们回家。对，从那个作息时间来看，完全颠倒了。对，真的没想到啊。没错，我们今天这场直播也是完美结束了。谢谢他们一直在说老师们可爱常来，谢谢。再见。要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拜拜，我好，耶，再见，谢谢，拜拜。太给力了，今天好品如潮，谢谢。真的吗？刚才喊，那个蔡明老师，我的女神，谁在喊的时候，他们给你起了个名字。嗯，我叫不老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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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老吕，不老吕神，不老吕，不老吕神，老吕。那我们就那个下去，我们开会吧。好，可以吗，老师们？你喝点水呀，不用，你不喘口气吗？多喝水，换一个衣服。不知道三位老师今天三个人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这特别不容易，因为你每一个产品都要了解它的习性再推荐给别人。你一个好吧，两个好吧，三个好吧，这么多，这我觉得就太难了，特别难。就是从你众多品里面，可能我们今晚众多品里面，可能最终留下来可能就一两样。全品类嘛，所以你看到东西都很多，有吃的，有美妆，这是小朋友的魔术玩具。这是一个吹风机，所以它这还挺好玩的，它这可以这从这儿能够显示它的温度。这个降温很关键，那女同胞包括咱们平时洗完澡以后吹头，度数太高的话对头发是有伤害的。有伤害，哎，这你说的关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做的真不错，要温柔一点那个风。对，我就用过这个，飞科这个刮胡刀啊，这特别好，特别舒服。说平常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刮胡刀那种手动的，大概12个小时左右，它才会看到胡子出来。那我用这个大概6到8个小时，我就看到我自己胡子哒哒哒就出来。怎么用这个它胡子长得更快？因为它运动到你这个血，我们叫什么循环加速代谢。对，所以你没胡子没我多，所以你不知道有。我连塞胡子，我刮胡子是具有悠久历史和资格的。我没看到你有胡毛囊啊。没看到有毛囊。都没有。咱说你的正事儿。好，那我们就选品了。好，进入选品环节了。好。我看一下他们这怎么要这干嘛？视频组，哎，雨贤在这里啊。芝士酱性蛋糕，它里面会有吃到有酱性的那种。来，你们有没有老师要吃的？他们吃，已经过了我吃东西的时间了。李老师特别讲究，他吃东西是有时间的。好克制，就很松软。你看这个夜里。下了直播之后，12点多钟就开始吃这些食品。我饼干我真是拒绝的，一包饼干七包邮。
都是这么说嘛，一比七，但人家为了选品就这么吃，吃过以后才能有发言权，对，是吧？对，嗯，它是新疆的，真好吃，好吃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吃，好好吃。我尝尝你这好吃的，我尝尝你这好吃的。给我吃一个，我可以吃。不用我，不要热弹椒的，用我。他不吃，我吃。这是五香的，不辣。五香的好吃，哎，好吃，这个好吃。嗯，太好吃了，看你样子。哇，老师，我这是五香味的。我说明天早上吃，现在不吃了，现在都过了，过了吃东西的时间。是吧？那可以啊，好吃。作为食品组组长的。助理的秘书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入选，真的不错。我来一个，我要一个，留给明天吃了。那我这个味道也麻辣，辣的能吃吗？辣的吃，来一袋，一袋。哎呀，吃吃看，吃完了太好，真的很好吃啊。它就是牛肉。好。我觉得薇娅，如果你看这个节目的话，一定要记得。每个月至少要休息一天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每年呢，想着一定要去体检，这很重要啊。整个过程表面上看好像很随意这种，其实他们在背后的团队，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不是简单的，挺辛苦的。他们跟我们生活的时间是颠倒了。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挺大的影响的，挺辛苦的这样子。其实，在来咱们花样实行之前，我已经带货直播了六七次了，但对我来讲，真的也没有想到能够直接进到薇娅直播间坐在旁边。今天坦率讲，就是蔡姨的表现让我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有时候可能我插不上手，但蔡姨作为薇娅的助理，尤其递货不厌其烦的，真的比一个小朋友表现的还要出色，还要勤奋。我觉得真的挺好的，需要这种精神。我们就是实习生嘛，到这就是在实习的，非常好。您面霜本身是50毫升，三个赠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感谢首席知识短视频制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感谢闪送小店 WiFi 万能钥匙猎聘五大本地版，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中国网娱乐、中国青年网、环球网娱乐、北青网娱乐、千龙网热点。